这次要带来海岛风光，海岛风光是 Duran and Okinawa 宿命 and Kachinba 的音乐。阿美族创作才子宿命与日本冲绳拉丁乐团 Kachinba 跨国跨界挑战，要让国家音乐厅充满山与海的能量，很刺激，每天都很期待。有一些儿歌的动作很可爱，就是类似这样子，有一些儿歌的动作。到底阿美族吟唱加上冲绳民谣以及拉丁音乐会有多嗨多合拍？我觉得拉丁音乐跟阿美族音乐或者是冲绳的音乐里面都有一种很奇怪的气味。我觉得生活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顺遂，所以那个苦味好像成为那种音乐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养分。异想世界本周带你认识宿命融合拉丁和冲绳的海岛风光，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